那这个是很清楚，我们已经把合约都已经敲好了，都已经讲好了。好，那最后为了一点点的问题或是什么，我不知道。好，但是我是感受到，不是因为合约内的问题，而是合约外的问题。最后就是我可以讲，就是说在十二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就双方的合约做最后的确认。然后在12月31日 ，BNT 公司就提供一个合约的最终的版本。那到1月6日，我们把合约的扫描档，好，就送回 BNT。那这个是双方已经都确认的，好的一个最终版本。那我们也报行政院同意，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合约，好，以电子档的方式扫描签署了之后，送回 BNT。那在这里面，在1月7日，我们双方对于说对外揭露的事情，啊，合约里面有相关的一些限制，啊，所以这张对这些啊有关将来在新闻披露上面啊双方大家互相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做一个交换的意见。那我们也提供了哈我们的一个新闻稿，然后在1月8日啊，我们已经，好，依照 BNT 建议调整的新闻稿，并提供新闻稿中英文草案内容。那 BNT 也回复我们说，对本署的新闻稿没意见。好，所以在这那时候，我们本来就要宣告这个合约已经成了，就要进行了。可是，在同样的在1月8日，在4个多钟头之后。BNT 突然就来喊，就来一个党哈，就说强烈建议本署调整中文版新闻稿至我国2日。那我们也立刻应他们的要求，好，在不到1000的时间，我们就调整了新闻稿的内容至我国，那为台湾。那但是呢，从那个时间起，那 BNT 就开始，好，就等于就是说他要持续就新闻稿讨论。然后1月15日就回复我们，应重新评估全球疫苗供应量及调整时程，那签约时间将延后数周。好，那接下来事情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就后续的。我只是还原交完钱，我说一个合约在谈，不是那么的快的了。那双方都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意见的存在。那我们常常那时候大家也记得，就是说我从这个时间点之后，我就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不再就这种签订合约的时候跟大家做报告了。好，我要确定他能够进来的时候，我才会跟大家做报告。那这个是很清楚，我们已经把合约都已经敲好了，都已经讲好了。好，那最后为了一点点的问题或是什么，我不知道。好，但是我是感受到，以双方在谈里面，就这合约已经确定的，不是因为合约内的问题，而是合约外的问题。